好，咱搁看看迄个禅定吼，禅定咱即马对即个大乘理处了波罗蜜多经，对这个来看起，即个个伊计讲安尼啦吼，大乘理处了波罗蜜多经，若未获处定，其心未获清净不动，唯度众生以口方便精勤修习。相应正如无上正地，犹如虚空清净无垢，相住不变。佛处观处定，犹如满观；一切妄想，犹如浮云。有处定如清凉风，令除虚空一切纷异。人人清净光明照耀，一切幽静。见界成现，如是万国光明庄严，令世幽静清凉安乐。如是净如清凉之方，令度性空妄想分离。正定万国出现世间大悲光明，令度幽静诸烦恼尽，速得清净安乐涅槃。叫咱来甲看下。即、这个讲，告诉咱个学法的人，当然要达到即个戒是较简单，要达到即个行定，当然还佫有一段即个修行。讲告诉讲今仔日，咱还佫还袂得到即个定的话啦吼。当然定有各种无共境界，有哪有无共境界哈？伊讲若是安尼啦吼，当然心对即个五尘。六根、五根对五尘了，还阁无达到即个清净不动。比如讲啦，吼，咱讲真正，你讲今仔日食饭，个人有一个嘴的一种触感无同，可能炒个这菜你无较伊食，安尼甲讲，可能心有哪会乱一个啊？安怎样吼？啊，种看到这六尘经上的各种的这个咯，可能心不来乱，比如跟他政治的昏暗，啊，从这个社会陷入到这个苦难，安那个讲，看到那个差，可能心不来动。因为咱无插政治，但是咱关心国家的这个命运，安心不来动就对了吼。但你动到你动咧，动咧，咁你讲你跟他动。国家这人就受你影响，讲看会较好个呗。我甲你讲无可能，无可能咧。你毋过你心会动，看到伊那个讲话啦，还口音的，还吼，有先甲看一下，讲迄种傲慢的话，有够济，较早一个皇帝出去出游，问伊个部下讲遐偌济人，伊讲两个人啊，伊讲哪样两个人，较济人个哪样两个人，用一个为名就为利安。对吼，刚才听到这个故事，所以这国家的乱源吼，应该是伫这个团这款情形下呢，咱嘛是会心内讲看到，哎呀，看到足怪都对啦，开都安为着这个位，为着这个名，安尼成就安尼，安尼就是讲今仔日修行还未达到这个顶境安尼，虽然咱是因缘法嘛，这人心本来就浮动，就是这个问题去浮动的嘛。都明知影，毋过看到实相啦，看到这毋是自悲啦。安尼，即个叫做其心未歇，清净不动。安了解哦，五尘本来人间就交交交交叉叉的，是是非非的，人间本来就是安尼嘛。所以今麦来甲讲，为着要度众生哦，来甲讲。心还未达到，六根对六尘无达到这个清净，不过为着要度众生，当然有那爱巧方便，精修，修习，即嘛因为再个讲到三界，修精勤修习禅定啊呢，这两句我加落，就尽量快当安静落去呗，无你安那，他妈应该乱，你该浮动，嘛毋是办法啦。
啊，毋是办法当然你咧管管国主教都本来就安尼，啊，世间都是安尼，迄叫做俗位嘛。吼，啊，你买插啊，毋是你有本事通去插的，啊，你嘛无法当扭转乾坤，嘛无法当，啊，变怎？所以我那小话，心爱稳定好多。吼，所以进来咧讲，依靠方便，静修修习禅者，吼。相应静如无相静地即性安尼，哦，啊，你即马来哦，伊讲你会当相应，含即个静如，静如当然是禅嘛，啊，即马即个无相的静地也都显出来安尼，我下边个加两字即性，哈、哦，头前迄句个加两字禅定了哈，啊，下卡加加两字即性安尼。好安尼，因为世间本来是是为非，啊，非生是安尼。我咧讲哦，做个较好都反对的这个人。啊，就要制造乱源的人，啊，歹当然歹啊。不过歹的人，后人响应，讲安尼对呢。啊，这变怎呢？这世间本来就安尼嘛，叫做三宝嘛。安尼知影吼？所以这里较甲人讲安尼吼。那么，你若会当相应正路，啊，这个无相正地就先说。无相正地，这当然是假讲拍这回啊呢。好，即马来哦，即马这正讲犹如虚空，清净无垢，相住不变。因为虚空本来无色啊，大家知影嘛？虚空无色啊，所以虚空本来清净。啊，咱知影无？啊，这虚空清净，咱就知影虚空是清净。你即马你内色内底有哪袂使污染？因为虚空清净，污染的中间下面有一句讲：“哈、哦，你若亲像虚空清净无垢，就你的内色莫恶的起心动念，啊，常住伫这不动中，有那不变中安尼。好、哦，安尼来呢，佛处观处定，犹如梦幻。像你个地位想，你若是定境无生，都亲像十五个月安尼。”十五月，十五月中间，搁再无这个部分，哈、哦。今咱来个看哈、哦，这个孙道贵，哈、哦、挂在虚空中安尼，但是你无这部分较早嘞，啊，我讲一句实在，你内心若有一个点，有一个念，就有部分啦。哦，安尼，这个光明上都未当完全清净。啊，你内心若无梦想，就等于无部分。啊，这明月挂在虚空中。哦，咱的心若像安尼，啊，明月挂在虚空，咱的心像着明月，安尼来呢，就会当普照大地，所谓幽静。啊，假使讲你。卡袂到就乱乱，啊！就脾气毛病一大堆，注意，啊！多像乌云密布，太虚安尼，安怎样吼？乌云密布太虚，我跟你讲，你本身的这大智能、大智慧的功能、功名上，我跟你讲，绝对袂当生出来。因为世间吼，我即马跟你讲，你用一个卡。卡来家己去安慰家己，讲世间本来就是纷纷扰扰、是是非非、动动乱乱。啊，世间去动乱，你心莫乱。但是我咧讲哦，要会当这个水准，唔是袂当，但是有那无遐简单。介简单讲啦吼，有时阵一挂左右的人，互你感觉袂顺。我甲你讲，你心就会烦啦。我无骗你。代志处理了无真正确，你心也会烦啊。
吼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但是假使讲你今仔有深信，可能代志有正确无正确中间，吼，正确当然是好，无正确看你免那个纠正一下就好啊。吼，因为大家拢凡夫俗子。啊，所以即马即个讲，假使你今仔日那会当对这六尘境上你心不动吼，等于就是无浮云。无部分杂在明法人，哦，安尼当然，你今仔日在法义上，你讲了十足个正确，等于明法的光明上普照大地众生。安尼，假使讲这个，你讲的法义上都无一个真真正正实际，都亲像你内心有蒙蔽，有蒙蔽讲在法义都无实际，众生要度都唔得，无都未当达到你因德内底所度出来。哦、因为我讲一句实在啦，讲经中，那是忽然间起一个八种念出来，我咧讲，迄个法义上都无准啦。啊，你若告诉伫这个说法中，顺如来正教有一个法源，你会当真十足个分析出来，大家听了心内都有一个觉醒。好、哦，我阁讲一句实在，你去拜佛的中间哦，忽然间若起一个念，拜佛都伫迄个所在，去拜了袂精神啊。哦，啊念迄个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小王子也无比。我讲你念个特别顺啊，下边你家己想，迄就是内心有欲，某一种妄别准脱掉了，就想对转对别个去啊，就是精神无集中。哦，这上简单是安尼啊。我嘛感觉有时我伫遐拜佛哦，应该是拜三拜、拜两拜，我就起来啊。什么关联？忽然间我想着讲，谈多多起着什么念啊？哦，啊，迄个念就是浮，就乌云嘞，知无？就讲一句实嘞，要做嘅工作，你唔得顺序去做是自然，啊，你若起念开，就可能做了就无对啊。我都捌甲恁讲过，迄同一个地主讲话，听因厝边一个女将，都平常时煮饭是煮好啊，但是脚上靠壁壁来洗啊，洗到到尾一粒米都没有啊，什么原因？就脚上靠一样。对哈，啊，我蛮当我什么原因，伊贵包盐含贵包米合作呀，迄对心不在焉呐，迄心就是起妄想，所以用这个含咱做影响。佫有另外人，伊菜切好啊，买倒沙拉油，忽然间倒对沙拉拖落，什么原因？算是心乱嘛？就是讲迄个定的中间哦。第一个所在无集中嘛，沙拉多一个菜噗噗的滚滚的规定拢破啊，算不是安尼？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代志是家庭主妇以这个责任相等，等于他们下骨的中间，迄、那个定心无嘛？定心哪有今仔日各段的工课，该人要做啥就做啥，绝对袂去出差错。赛车的人，你若定心。精神集中，我跟你讲，袂讲伊忽然间就会塞车。安尼你唔听好无？就是因为你心无定，讲对伫后壁，人忽然去塞车，你准讲撞落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这是定，会当应付世间的各种思想，甚至搁学法出世法，内底佛陀跟你讲，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确的这个禅定。好、哦，安尼来应该大家清楚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，咱搁再看哈。所以伊讲讲，佛处观处定，犹如幻觉；一切妄想犹如昏，犹如浮云嘛。啊，你到妄想幻觉，就暗藏了呀。啊，这地光啊，就是讲等于迄个我的光明上都未当现出来，吼、哦。伊搁再讲，有处静定，心像清凉风。哦，令度虚空一切分离哦。比如讲，虚空中有一挂云，安尼飞来飞去，啊，咱这清凉风、有风，安尼个一日得个飞过。但咱今仔日会记着，这个静定都像清凉风。啊，你这个忽然间起一个妄想出来，我跟你讲吼，这个妄想随消除去。所以会记着，妄想毒，智慧生，哈、哦。但是伊讲，人人清净光明照耀，哦，一切有情尽皆成善。比如讲，你今仔日真真正正到迄个心地光明，啊，无一切业障，
啊，无讲到这罔白十四的话啦吼，唔着有这公平上照耀你的自身，啊，甲照耀你的自心。安尼呢，当然所有众生看到你，会生善安，有生一个善心。好、哦，比如讲你今仔日也未暴躁，啊，面上阁有一个真正确，互人感觉真欣赏你，真有亲近人，啊，阁有一个善相伫迄个外上面。啊，举止言行拢有一个节，当然众生看到你会欢喜，啊会接近安尼，啊会接近你就会摄像啊，对不对呢？啊摄像了，当然呢不是讲啊师今仔要讲经，啊我就今仔较紧啦，啊勇士今仔讲要办什么法就较紧啦。好、哦，这是真自然的啦，吼、哦，讲无你要做一个领袖是要哪做？我讲安乐跳，哈、哦，这些讲安尼哈，所以即马来哈，如是满愿光明庄严，令世幽静清净安乐呢。一个领导者那亲像满愿，哈、哦，啊心非常光明，啊内心甲外相非常庄严，安尼来甲讲哈，当然伊就安尼，要是发乎众生幽静。啊！这众生有哪会当得到清凉安乐呢？因为也当照这个法来修啊，对不对呢？所以我去讲安尼啦吼，你唔知接受无啦？因为咱个外相有哪较吸引人啦，哈、哦！比如讲一个法师外相庄严，安尼嘛较吸引人。啊，那外相生做安尼，改成无改好看。我咧讲，实在是众生要歪样，有哪是滴啊？心内有哪怕怕啦？总共让你无安怎就对了，未安怎，法师总未安怎，那看到就安尼，较像无啥缘，对吼？诶，这自然的咧。啊，所以你今仔日若讲真正内心有清净、有安静，外相当然浮现一点仔德相出来嘛。啊，你搁在亲近众生有一个啥，布施爱意，吼、哦？我、啊、你讲实在是众生拢未离开啦。啊，若无拄到伊的因缘，真太歹啦。但是我咧讲哦，因为书甲道有一个发言，唔是干那某一方面俩。吼、哦，当然有哪得爱激励，啊，你讲了规套，有哪爱有一个正确性，安尼较有可能。啊，那无哪法度。吼、哦，啊，得看会当鼓励这人起来咩嘛。啊，你若长期接近，还是讲忽然间打游击的，当然较无可能。啊，像有诶法师吼，直接讲。啊，才著三讲一两遍啊，两三遍啊，著连咪甲因请假，啊，著阁几遍啊无来，啊来要来，著阁通知。我咧讲，迄听到耐心啦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，阮那得有责任心挂掉咧，甚至搁再讲咧，阮那得有一个法义。啊，搁再讲咧，实在是阮那是外向，阮那是一小部分，吼、哦。但毋过，足济种先得看外向为主安尼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啊、所以我现在跟主要说一下，你如果心如定，啊，如定就是静嘛，吼，我说你敢听有，应该定就是静，吼，啊，啊，现在知道吼，静就安嘛，这是孔夫子的这个，这个五步功夫来提供啊，地址哦，有定定就灵静，静就灵安，安然后灵如，如就是这个智慧嘛，吼、哦。这看我注释安尼讲啊，如如何灵定嘛，安尼定静安如，吼、哦，这是在大学内底五步功夫，即有那修禅的这个。修定慧，伊分了较开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若假使讲，我讲一句实在，人的这个高贵，啊，甲这个气质是由定静变出来，甲安变出来。在我个想是安尼啦。比如讲，福建人到底什么叫做水，什么叫做歹，其实是气质较重点啦。吼、哦，我讲听好无？啊！你今仔日呐学法的人，你要讲经，讲就是有气质甲无气质，我差足济啦。这是说，说佛陀爱变三昧相，众生
欢喜看嘛。啊，当安尼开启面，佮是在语言上佮在总结复乱，分析和十足个面孔，啊，当然来爱听。啊，所以讲话佮讲倒转来，今日人愈安静，喜欢人，你对外上佮看是愈高贵。好，啊，我佮在比较互恁听啦吼。你这么想，你人平常时好好无代志，同讲外上是安尼，严肃严肃，庄严庄严。但是你若变面起来，所以你去照镜看卖啊，像个野狼呢。你知无？青面獠牙呢？知无？所以一个人会当忍着，就定啦。啊，若袂当忍着，改成较无迄个定性出来。吼、哦，佮一个人佮处事。的话吼，那有正确是应该定做正啦。啊，若是输了呢，外国自杀，搁在唔对，搁不是唔对，这个人绝对无定。吼、哦，一错再错，这个人绝对无迄个定境，心的定境啦。这是事实的哈。啊，做即马来甲讲安尼吼，你若今仔日有这个定境，对你真有满贯光明庄严，哈、哦。搁在灵犀幽静清凉安乐安尼，哈、哦！但是如是静如清凉之方，令度性空梦想分离。今仔日你若是有静如，啊，等于有迄、那个清，现在安尼改成迄个清凉的方安尼，小可透咧透咧。恁暗时感觉淡山顶大。恁去咧顶悬万只困，但外口咧顶下坐一下，俺少量正点正开始去困。恁坐落感觉看怎样？舒适的啊！所以这个是讲有清凉、自风。好，比如讲咱人用以这么这用这心境，用这物质来比作，自然的都去虚空中。迄、那个叫梦想，就讲咱人内心的这梦想，都亲像迄个分离，分离就讲敢像甲惹咧迄点部分安尼。啊，这个分离就叫指梦想，哈、哦。所以我咧讲个人愈稳定，较袂妄动，心思较袂妄动。我咧讲真正，但是你人愈稳定，你本来迄个习气可能较会增多。这是事实的代志啊！但是正定万法出现世间，比如讲你今日已经大家有一个正定的一个水准，所以亲像万法，吼、啊，迄个八月十五，还是讲迄个十五暗，而且个月真光明，啊，佫无分异，无分个只，啊，就现出，比如讲世间的这个菩萨道，那亲像正定万法出现世间，哈、啊。啊！大悲光明心，就会当拄到有情诸烦恼呢。啊，这句话要怎讲？所以今日只讲啦，是讲内心带着污染心，讲在发起，可能予咱大家修，就无可能拄到烦恼心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话会真侪出差错，啊，是讲我今日讲经都无一个真单纯，讲为着要一家众生安怎去除烦恼的话啦，哈。因为有的是安尼啦吼，不过你唔通误会啦吼，我无必讲啥物人。有的人今仔日互请去一场法会，会先含迄个请伊的人讲啦，讲我今仔我来讲这场，还差不多几年安尼啦。啊来办一个法会，差不多几年。安尼即个第三回呢，内心充满着污染嘛。第一场法会吼，可能。对这众生的这个净土业性，可能无半点的帮助，也可能讲了有真大的这出入甲差错啊！哈、哦，啊，你若讲用到这个大悲心的这光明心出来，你讲出来的这话哈、哦，可能可以当来净土众生的这诸烦恼作啊呢！啊、哦，这事实的代志，所以何以何众生会当得到清净？安乐，啊，达到将来涅槃安尼。所以当然，你内心清净，啊，你讲的话真正确，啊，才众生来修，啊，修伊即嘛话到伊那清净，安尼就无迄个烦恼作来对落生死轮回嘛。好、哦，啊，咱的生死轮回是拢烦恼出来啊，
来接受说啊，你会当成道，哈、哦。所以主法你讲哦，有哪是内心要讲法也好，要团结也好，拢总爱有稳定了，较袂去出差错。啊，讲话较会有一点啊，敢若像迄个爱语的成分点来得灵，哈、哦。啊，那无了，我咧讲有心向爸爸，这事实啊，事有心看到这个世间安尼个讲话嘛，气恼呢。哈、哦，应该恁看有嘛，但是恁也是真正。都那边来，那么来，师父嘛是会气恼。哈、哦，法义上安尼恁无，阿师父到底是讲得真差错呢？无啥恁莫来听。看到恁这人，唔是讲大家哦，一寡笨蛋笨蛋，一寡那边来那么来呢？比老人更加厉，更加严重。所以讲，我看到那，像恁开只弯角，哈、哦，阿都无法度，再佫想到等下人佛。人佛陀在地藏经都讲到众生万国难得难获啊，啊你来接受啊，无变安怎？哈，啊这样有想看看就讲好啊，看是要鼓励啊，要激励嘛。这个我拢有想呢，想本堂大家咧激励一下，啊好，大家咧鼓励一下，对不对呢？哈、哦，我那是爱恁有始有终，哈、哦，听经入法，较会当落实修行安尼。这个动机是安尼尔啦，其他无啥物意思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这是讲，但是咱即马有哪有采取易经哈？易经有一个叫做艮卦，艮卦就是第七卦，迄、那个叫乾一兑二二三金属属五坎六艮是困八安的，迄八卦中间第七卦。但这个艮卦就是啥？就是山卦，山乾为天，坤为地安的。哈、哦，这当时这个易经我都甲恁讲过，许多研究六档。啊，根据六宫，并无根据迄个风水地理，吼、哦，有啦，有算一个八卦安尼尔。但是重要是这个理学，唔是数学。理学就讲到底这易经是教咱安怎修身的，吼、哦，这个理学是安尼。但你若想讲要看易经吼，要看这理学的修身，你得看孔子写的易经内底附带这个学术内底，好、哦，安都知影。啊，比如讲，君子学天，一定爱自强不息，安尼念嘛，听无？爱有功名上自强不息，但是君子若是要学地，爱含皇功大德，爱有心量大，好、哦，所以叫做君子的人，德配有天地。好、哦，安定个知影啦，哈、哦，大概啦。但今日的见卦是讲安尼，时至即至，时行即行，动静不即其时，其道功名见其志，哈、哦。啊，自己所言呢？自己的根啦哈，不是量哈。注意恁爱分好哈。根，啊那加一点叫做量，哈。啊，即嘛自己叫做恒，恒心，不是狼心。安看有哈？有的我甲看迄有诶标点标示出来，恒心伊拢甲读作龙心，亚龙诶龙。吼、哦，这两字伫遮有诶读了有差别，啊，这两字即字较少人用，即字较用靠用伫即个个善良诶量去。吼、哦，即么即字叫做近，啊近就是即个个山卦，吼、哦、乾为天卦。啊，坤为地卦呢，这艮艮就是代表山呢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么这两字恁来注意，因为我看迄个个迄、那个节目内底吼，拢不是有一个剧情内底拢用了唔对去。哈、哦，狼心狗肺，哈、哦，这些讲安尼。啊，这么这是恒心，哈、哦，恒心是讲啥呢？迄、那个心真雄，迄类的，讲你的人开心较雄。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这先算呢，给我一个了哈。啊，这么这个见卦是讲安尼啦哈，讲伊讲君子的人，该人志就爱志安尼，哈、哦、啊，该人行，这是讲动哦，这不是动啊，是行。比如即句词句，这就即句叫做正常。所以你无代志的时候，你淡出呢，哈、哦，按照都学到这八卦中的这个见卦，
迈出去。啊，那该怎行？比如讲，输的必定爱一月日一礼拜一定爱走一转。哦，这个叫做实行执行。啊，所以即马一个，恁今日伫家庭内底哩，你该怎创啥去创啥？代志做了啊，你当处理，你就一定爱安静落去呢。会当个呗，会当个呗。那安尼吼，迄、那个拍折开出来。好、哦，啊，即马佮讲安尼动静不是其事哦，该动你去动，该安静你就安静，绝对袂使醒哦。安听无？你今日种家庭事，你就爱去买菜，你无去买袂使啊，对吼？你今上班爱去上班，上班当然无代志，你当处理。麦哥讲啊，咱来逛街，啊来夜市啊，老老的，吼、哦，不要这样子，吼、哦，注意，迄款的人生叫做醉生梦死。你看伊将来好去呢？但咱今仔日为着佛法。咱要行光明道，将来为着要幸福，搁再要度一切众生。时间到，咱出来听经闻法了，长期伫自修，透早起来拜佛，暗时无代志有那拜佛，搁再看经典。算是含伊这两这款的人，算是两种相反的，而且个行为嘛。好、哦，有诶讲无出去老老，讲未困一啦吼，有诶是讲安尼啦，啊，得算看夜市啊，规矩点报条。啊，六合路头，行到六合路尾，啊，直直看，直直看，看看，该人食食食，啊，食饱饱，啊，巴肚直直停出来，讲好，我即马啉米露，啉到巴肚直直肥起来，有路用无？迄款的人生哦，我甲你讲，实在是足落魄的落魄啊！咱可能内底人过去冇人安尼，但即马已经安静了啊，叫做时至即时啊。哈、哦，啊，我夜市啊，啉酒冤家相拍，好好坐来啉，啉了一个酒醉，提起过境，过去安怎得倒啊？对迄地点啊，倒啊，得起来就甲堵咧。哈、哦，所以你家己想，即款的人是甚物款的人？哈、哦，啊，咱今仔佛弟子求学向上，应该是无行迄条路啊。那行迄条路是变乌暗倒过来哈。哦啊，这样来哈，即卖讲，动静绝对袂使失事，唔当该静的，你要甲动，啊该动你要甲静，啊，但我即卖甲恁讲哦，事已经了有失事，人讲应该十一点就爱困啦哈，事不可能，吼、哦，拢差不多十二点过靠困啊，很了解啊、哦。啊，但是这个正常动向不是其事啊！哈，阿叔，你家庭看一去看一，家庭困一困，啊，头早较早起来呢，啊，即卖讲你那是会当安尼啦，积德功名，积德就讲你的辛苦啊，你个合法，哈、啊，这个方面，所以这个讲尽其志，积德积数安尼，好，安尼这个就是啥？叫做定境安尼，你今日当然就是你有入到这定的这个水准啦。啊，你总是袂使不时动，啊，你嘛袂使无动，听无？拢袂使这，静也得爱动这，动也得爱动这安尼。即马禅定有几种的要义，哈、哦，现在能够看见，因为这个地佛说。因道俗业经里底讲个呢，禅师有四事，哈、哦，第一，熬习静修根基独处；第二，静心口意，静心口心，令不溃乱；第三，随在众恼，哈、哦，相令定己；第四，其心旷然而无所得安。啊！在下面，咱先来解第一条：熬习静修根基独处，就讲咱今仔日伫这溃乱这个社会里，这多情，哈、哦，事实讲是作乱的，你应该大概知影嘛，三宝嘛，哈、哦，啊，作乱里边怎，也引起咱人类无边的烦恼，这事实了。有时咱亲情五脏的夹夹滚，为晒真大堆，
你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断啊，规矩切开，还结乱的啦。今仔日吼，亲戚五十朋友吼，安尼不是要敲电话，要创啥？要创啥？啊，要泡茶啦。注意啊，东西啊啦，钱买啊啦，安尼有时阵个人一家啊，啊，就一点仔代志，啊，就敲电话来斗东斗西。注意切开，迄卖听。啊，听无？卖听，卖听，还较袂烦。听到真正足烦的。有阵一个代志，安尼加加滚滚，啊，就斗互你听，就讲到半点钟二十分，好啊，听到足恶杂的。即嘛我是无迄落，但是加加减减啦吼。啊，大家知影讲，人文川啊出街啊，咱卖定开去人落，啊，这样就切开。即、這个课程呢？会引起咱人类无边的烦恼，啊，社会事啦、选举啦、算一大堆拢总在交叉这代志哈。即卖伊讲安尼哈，哈错乱的社、溃乱的社会引起人类无边的烦恼，啊，甲这个梦想、脑热、甲痛苦安尼。注意想看卖下边，哈。但是咱即卖伊是甲咱讲，咱何不退众脑的环境呢？哦、所以亲像我在有啥物特别的代志，咱卡起一个。啊，若讲你卖掉，含人攀连，人就较袂接卡来。我讲你嘛听有无？啊，免讲有闲，无来找阿哥啊坐坐，来找阿姨啊坐坐，你坐啥？我咧讲你茫家己个业就袂谈一当卡成个样。我咧讲你就选袂你。啊、哦，无必要，等等个，伊若要卡来，你马上讲接是袂使无。啊，就讲这俗世的中间，都大家要创啥？你那讲出，唔免得跌倒了这。吼、哦，亲情要嫁娶，你有那力气，人免去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这尽量减少到这个人数的这交往。因为你若是讲我还没交往，我将来倒也来，那么就加减啊交往。啊，那是讲都无可能。你不如心脉好乱去，吼、哦，这些讲安尼，家己退离一点啊。不再讲我个人好安静。哈、哦，将这个身心扰动忙乱，看会当安歇落未？啊，你若无外事来，可能你就安歇会来。外事不是有，我咧讲烦恼，这个烦恼，这惊听到这个安怎，明仔听到这安怎，对不对？喜事也报，歹事也报，讲一句确实的，内底四只家属伊也跟你讲，看你要安怎，闹事都对，我气到无命都有。啊、哦，下边，啥物人因囝好考试呢？安怎安怎？爱得考试就考试，重算都伊个代志，就较紧卡来甲你报。好、哦，阮囝第一名，啥物会第一名？要从啥？是毋是？因囝第一名，就因囝第一名，都唔免来安尼报到全家下人拢知。要从啥？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提起这代志吼，唔免得去共探听其他话。啊！你厝内诶代志，我那毋免报，才亲像五十知影，无必要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好好安歇，好安歇了后呢，真正会当安歇啊，安尼就会当得到现在安乐，都无干扰这音声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个会当得到平安，啊，自然内心就慢慢柔和安尼。啊，我搁讲一句话吼，卖厝边隔壁安尼躺。用就来厝边遐坐遐坐遐坐，要创啥？一个合法的人安尼到处攀岩，是要算什么东西？我讲唔得听无，恁唔得听对袂？好、哦、啊，恁有无？我是唔知，不过先甲恁提前讲一下，唔免就讲啊，来去张太太创啥？来去啥创啥？你今日去，你都有要多余，你才去。啊，若无要叫我讲讲天下事，我咧讲袂完。啊，来上遐泡茶，泡茶要怎啊？你家己袂晓泡呢？敢在遐泡茶？啊，泡茶较咧画山画水安尼，画有迄不重要的即个画。哈、啊，这对咱这个合法的人吼，事实讲也是一个一代败害。我无骗你，人较早日本人吼，伫咱台湾的时阵，人家己关起来，出门要创啥，含厝边隔壁挨煞住笑一日就好啊，人伊较紧就要关咧。唔比咱只较早迄个农业时代，啊，着规个招招出来厝边，招招在埕道遐咧，画山画水，吼、哦。即摆我咧讲，
合法的人都无这个代志，较对啊，哈，安怎样吼？但是渐渐开当进入心境自在哦，无你听听的吼，你心结乱的啦。搁再讲哦，这个有这款的修为叫做禅坐安尼，算不是你日来中来得都无干扰嘛？安尼叫做禅坐。好啊，你用厝内代志用好啊。啊，你若要看电视，就看一个新闻，真正要紧啊，看一个。啊，国际什么代志？小可了解一下，袂当讲拢无了解吼。安尼都变戆人，听无？看一个，啊，起码有那落去，落去你个人安静落去合法啦。好，来电脑修复等你拜佛，啊，若无落看经典，这个叫做禅坐。但是另外一点是可由所学观入门，或者是是微念一佛安尼，还蛮使啊。所学观我有甲您讲过吼，只不过即句，即个是较。这个人生的一个修学啦，比如讲呼吸算几遍，呼啊吸算安尼，安尼好也渐渐安定。啊，那无就是去观想、想念这个佛尊，吼、哦、观想这个佛尊的这个面上的轮廓，安尼浮现，安尼好安静落去，这也是一个办法。那么第二点哦，即马注意这第二点，咱随时拢爱会当完整用，静心靠心。令不愧乱，哈、哦！阿先生讲，因为众生伫这个烦扰的这个社会里，咱就是其中一轮子嘛，哈、哦！但是拢讲有妄想心，有妄想心嘅苦事，每日起心动念，其实有那离不开心口与三界嘅作用，哈、哦！因为心若是浮动，看到别人嘅情景，咱可能有那内心起做贪嗔心。这是真自然的代志，因为咱爱无够咧水准的。第二点，咱可能因为看到迄、那个，咱可能恶口其意妄言两舌对的。哈、哦，我甲恁讲哦，有些书那影影啊，这样子比得甲看迄个口音的，有的是足无理的，讲讲迄颠倒是非、公私断利，啊，有的是性教开合，为着伊当人的问题，啊，硬编硬钻。迄我讲啊，你这人实是哪想啥货呢？心本来受到吸引，哈、哦，啊，就先做内心这不平，这是有那有安的，输嘛是有啊，因为输啊个反复。但有时阵这个辛苦，当然咱今仔就爱注意，绝对袂使有杀道严重。安尼叫做啥？心口与三教做作，一定要远离，哈、哦。安怎哈？但是如果真正会当回头，自从这个身心安静和来去，要注意看哈。哦安尼会当得到平安，这平安叫做轻松安详的意思。哈、哦，轻松个安静，很了解哦。但搁再来哦，这个再进一步，你会当观察思维，观实际上深入了解，众生当中是由心到意造业，造这个罪业。你这样家己家想，这种会当证悟，哈、哦，造业了，靠有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嘛。因为大家拢有一点仔佛法基础啊咧，拢会当顺这个法义上，来去小可想一下，哈、哦。但是会记着，由此确实在生活上，咱一定要好，这个搁精修是善业啊。善业就杀多淫，啊，这个意业就贪嗔痴，啊，口业就恶口其意妄言两舌，这种是对咱混沌的一个基本罪业嘛。啊，这就咱讲众生因为安尼，开始就恶道。那你本身就爱净土，卖杀多淫，卖恶口，卖奇异，卖妄言，卖两舌，啊，内心绝对袂使有贪嗔痴。好、哦，安尼你家己就爱建立这德行 ，OK， 就是由十善业来建立德行。安尼当然，你这个特别就安尼一些，就无搁再增加到这污点嘛，算不是安尼？哦，啊，这么来哦，好心靠意，在动静中不离正行加正量。啊，讲辛苦的拜佛啦、啊。啊，来为着佛法来努力啊！啊，嘴来说法啦、啊，对不对呢？啊，咱着嘴着卖忘记，要来说啦。啊，内心着好净化，卖有贪嗔痴，安尼着是是毋是无离开着这个正念？安尼来呢，会当何必烦恼，断除恶习？比如讲过去都是安尼脾气较歹，啊，你不过你无修到钱也袂使，吼、啊，你着断这个嗔。啊，过去对这个小钱呐、啊、大钱，拢总感觉有真贪着。所以人有安尼，甲咱叫做钱色啊，但是有种钱色啊无？
内底有无？敢无人甲恁叫钱说啊？安就是可见，也是有人甲你叫，就是讲你小财大财拢要爱。安来甲讲，你就是袂当修出德行，安你即马都爱当这代志。好、哦，过去这个歹名声会互人甲恁断，啊，你得报死啊！好、哦，啊，你若过去做事安尼，加上天天得得。好、哦，妄心邪见就对，那么你自然地位升，牛气就登。好、哦，安尼叫做后边烦恼断除恶业，安尼就有这个善心。那么那这段来讲，就是善，还是三昧，就一直起恶啊。好、哦，还了解无？啊，这就另外讲水准啊。那么第四叫做立足众恼，比如讲咱今仔日大家会当思想定计。啊，毋得学习禅修啊！安尼甲讲，当然禅定中，你会当得到宁静、平安，哈、哦！啊，出定以后咧，嘛是生活含定中无变啊。袂讲你坐落就定着，啊，出定就袂定着。因咱我咧讲哦，咱人即得了意性，真歹行好哦，你要注意哦。所以叫做心搞意嘛。你来知影，你无代志吼。有时都有代志，这个印象引来了，你搁过来日还搁去想，有时无代志，你就想些奇奇怪怪来斗斗，反一个天天倒倒安尼，啊菜瓜手把斗阵啊，甜甲归心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咱啊第二就是安尼哦，所以唔该叫做心教甲意嘛。吼、哦，搁再讲呢，前五性就是因为五根对着五尘了起性。哦、去初浅的认知了，第六意识才开始分别了。你也知影哦，这是真歹行好的一条一只狗哦。你也知影哈，啊，所以你即阵得家己说话，因人愈乱愈无智慧，这是事实代志啊。所以来对生活中有定当不变，搁再会当守护六根，吼、哦，无因为六根，无因为六根出六根了后，生出六性，吼、哦，啊那安尼呢？平常时食饭啦、穿衫啦，啊，甲行住坐卧、起心动念，拢伫生活伫这禅境中啊，也袂讲个讲唔对，也袂行为唔对啊，啊，心安静安静，也袂乌白起心动念。好、啊，安那种代志顾掉，都顾掉，都顾掉，无要安怎？卖定咧，有先输个咧，输那是安尼啦，啊，佫也袂到水准咧，遐代志看心头嘛，袂困着啦。吼、哦，啊，种代志较会变安尼，啊，啥代志未成熟，啊，想讲啊是安怎，啊，变到嘛无法度呢，了解无？啊，毋过即事也是啊，搁一个凡夫心，啊，搁有一个责任伫咧，安、啊、了解哦，凡夫啦，我那是凡夫啦哈，安、啊、怎吼？所以今日今日讲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搁起心动念来当伫生活禅境中，即、這个叫做啥？平常心是禅。这句话在禅宗内头，这句话讲平，就是讲无起伏；上就讲无变。吼、哦，无遇到境上也是环境未顺，啊心就动乱。啊，唔过未动乱叫做平常心。但是平定心是多，平就是心无起伏，啊，搁在上者心无变化呢。哈、哦，搁在讲定者就是心无分别，就讲无分别心。好、哦，完全平等，安尼，这个禅境就是啥？处众脑中相灵定基安尼。恁等个再看一下，啊，暗中安尼个读几遍啊，读几遍啊。好、哦，因为今仔日咱无定，真正无慧就对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禅修哈，照讲伫佛法中是一个真重点的一个课文，就是智慧来，就是定安尼。好，今仔讲到这，弥勒尊老，哈、哦、好。